我要拆蛋卷，蛋卷是这种成箱的啊，这样箱也吃完还能利用上。然后它是有两种口味啊，花的是两香，然后芝麻和奶香味，芝麻味还有和奶香味，这种的。那我吃这个是芝麻的，也是非常的酥脆。这是小孩子能吃啊。这种香。这个是原味儿。这是原味的啊，这原味的我昨天吃了。想吃。